Hello，朱教授，你好，今天会问你10个问题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进。2017年过去了，城市大学出版社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直接的成就是我们出了很多书，得了很多奖，为此我们专门做了一个漂亮的柜子的展示。那上一年一共出了几本书呀？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出了45本书。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我们正在忙2018年的出版计划。办公室里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肯定是书啊，出版人。一本书你第一眼会看什么呢？新的书拿到以后，我首先看它的封面设计和标题。再见。请写出一个成语来形容成大出版社。好的，哦，是朝气蓬勃。那身为出版社社长，工作中最好玩的部分是什么？最好玩、最有意思的是，就是当新书出来以后，我能够现在闻闻它的味道。那最困难的呢？就是作为出版人呢，怎样让我们出的书让更多的人所接收，对社会更有用？对于2018年，你有什么目标吗？有啊，2018年，我希望我们出版社能够出更多的书、更好的书，然后扩大作者和读者群，还有吧，获得更大的、更广泛的社会认可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对出版社来说吧，我们将会立足现有的强项，开拓新的这个专长领域，打造更多的、更好的这种丛书系列。好，今天谢谢你的访问。谢谢你们。